好。说他说谁说说太多我看不懂，好像不说明理的小说。哦，即使历史课本都说，战争都是对方的错，对或错。嘿，好听吗？谢谢大家都。刚刚跳针了一下，没关系，心跳了多一下，没关系，还是很好听啊。谢谢。我觉得这首歌还是真的蛮特别的，因为可以讲出一些我们的心声啊。其实我觉得杰杰音乐最好的地方就在这边，他永远讲的东西都是自己的经验、自己的一些感慨，或者是觉得哪一些事情，是可以去更进步、更好的，就不会有这种，比方说我在写哦，我写歌或者写别人。啊，或者是，其实这些都是非常非常，就是他经历的故事在这里面。谢谢你，了不起。哇，所以接下来，所以很开心今天。其实好像没有时间的限制。真的吗？我干嘛挖洞给自己跳？没有限制的话，我们。请问你的主持今天有限制时间吗？今天还好啊。好，那没关系，那我们现在接下来就是开始介绍我们这个怀秋的新作品。我的新作品，啊。什么作品哦？还是吓一跳？好，开玩笑啦。对啊，就你，我觉得今天很难得，其实也不算是你来帮我主持的，我觉得今天就是一个 hangout。对啊，我们平时私底下常常 hangout， 对不对？所以让大家可以见证一下我们私底下两个好朋友的时候，两个艺人好朋友在一起会是怎么样子的。其实我们很早结束了，不如我们再问大家有没有问题来问啊？没有，还有没有即兴的一些问题可以？来聊天嘛，聊聊天。来，我的耳机掉。先从台湾的朋友好了。龟龟，喂。Hello。嗨，龟龟。Hello。嗨。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 JJ 的吗？那我想问，就是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？然后怎么聊到心事？那怎么认定对方就是自己的知己？这个问题还不错。怎么认识的？你记得第一次吗？我知道我那时候认识你是因为透过柯有伦吧。对，是在柯有伦的生日会上，然后他介绍了你，介绍了这个浪花兄弟的 Darren 给我认识。同一天？是同一天。对，那时候你们说你们签跟宪哥签了约，约在宪哥公司，所以有准备要往后发展。对对对 对， 对，我觉得那一开始是先这样子认识，然后好像之后就比较没有联络。然后后来有一阵子你要去健身吗？啊，对对对对对。我之前又在健身房打工。嗯。然后宪哥的健身房。对啊对啊对啊。啊，对对对。然后后来就因为透过这个关系，就是更熟了一些。可是我觉得应该也算是从你加入大嘴巴之后开始发片之后，我们才变得更熟了。对。对不对？更常约在一起这样子。对啊。所以我觉得因为本来就认识怀秋，可是后来是因为可能怀秋也当了艺人之后，有很多共同的事情跟可以分享，嗯，很多的事情都是互相分享，然后就是常常耗在一起，常常一起就是发牢骚啊，或者是一起就是聊聊工作，疯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就莫名其妙到现在了。但是你刚刚有讲。你刚刚有问说怎么样怎么会认定对方是你自己的知己嘛，对不对？其实我是有一件事情。哦，真的吗？哎呦，就是我在发片之前啊，其实对，其实我发片之前就还不错了。然后我有一次就是跟 JJ 讲说我需要一笔钱，你记得吗？哎，你这样讲不行的啊，你还跟我借钱啊。没有啦，我觉得真的就是朋友，
然后我觉得我那时候看到怀秋那时候，因为艺人毕竟一开始的路都会蛮辛苦的。对对对对对。就会想说，那给他一个鼓励，因为那时候已经发片好几年，然后给他一点鼓励，然后推动力，然后就是他需要这个资金来给他帮助他。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是快要发片，嗯，对，然后就是需要，我记得很清楚是借了50,000块，嗯，因为那时候就是需要钱，然后他完全不问为什么，或是拿那钱要干嘛，他就直接 OK， 然后隔天钱就进来了。嗯，所以从那之后，我想说，哇，这个朋友是真的是非常值得交的，因为在我有困难的时候啊，他就是不会有任何的问题，然后就是。但我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子，要先讲好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OK 吗？嗯，那我还想再问一个问题，可以吗？哦，好啊。就是我之前看到，就是微博上面的那个图，就是照片，就是看到跟就是姐姐跟郭靖还有周密一起吃饭。嗯、哦、嗯，那就是有荣幸，就是帮他们邀歌，帮 Super Junior and 邀歌吗？就是 JJ 下次帮他们写歌、嗯。我觉得很有可能啊，对啊，因为彼此只要有意愿，嗯，然后那其实那天我们吃饭的时候有聊到了，对啊，所以有可能之后可以合作这样子。嗯、OK， 好，谢谢。好，不可以这样 OK 吗？嗯，可以。但我很好奇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嗯。你为什么没有帮大嘴巴邀歌呢？啊，我现在要帮你邀吗？我坐这边哎、欸，对不起。我开玩笑的啦，因为本身也很喜欢 Super Junior M， 对不对？嗯。哦，他们唱啥？안녕하세요，안녕하세요，사랑해요，谢谢，감사합니다。哎，好像会一点，会讲会讲，对，有在看韩剧，就基本的会。好，有在看韩剧，对不对？嗯。嗯。好的，那谢谢龟龟喽。月底要去韩国，谢谢。好、哦，加油，玩得开心。谢谢。好的，今天谢谢大家，就是来到Google Plus 的 Hangout， 然后跟我们一起，就是不管是听歌也好、嗯、唱歌也好、聊天也好、问问题也好、嗯，或是更了解我们两个人也好，那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有空的时候呢，赶快上一下 KKBOX 的 Google Plus， 赶快去加入这个社团，然后在之后的影片呢、啊，大家可以看、嗯，然后你就会有机会就得到 JJ 的这个签名，是照片签名的这个拍立得，拍立得，然后这个因你而在改版签唱会的资讯啊，他再提醒大家一次啊，可以啊，再提醒大家，你今天改版了，然后也记得把我 KKBOX 和 Google Plus 一起加入你的这个社交团、嗯、社交圈。然后我的专辑已经改版了，所以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然后这个改版呢，里面有 CD 加三个 DVD 啊，对，来看一下。其实三个 DVD 呢，一个 DVD 是10首歌的 MV。其实我觉得 MV 是蛮吸引人的，因为这次除了拍10支 MV 之外，然后也大家可能现在还没有看到所有的 MV， 所以大家可能就是改版。在 DVD 里面可以看到10首歌的 MV， 目前应该是只打到第4波，所以还有6首歌的 MV 是还没曝光的，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的去看一下这个改版的这个 MV， 还有10支微电影，还有100页的这个写真，对啊，我觉得100页写真其实还蛮厉害的，就是很厚，很厚一本，对吧？谢谢。好了，在这边我觉得时间过好快哦。对，很不想走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好了，再继续啊。好，再继续干嘛？在干嘛？在干嘛？我来创作一首歌。你们想听吗？还 OK 吗？对，好了。怀秋，怀秋，你为什么脸那么油？怀秋，你变黑了。你是不是因为被我的阳光晒到？不用擦，不用擦，不用擦，因为阳光很大。不用擦，不用擦，不用擦，因为你已经很美了。掌声鼓励鼓励。
谢谢大家，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 ending 啊！希望这首歌呢之后也能够大卖，然后大嘴巴可以唱，好不好？哎呦，相信相信，压掉了。对啊，好，没事。好，请大家要上 KKBOX 哦，然后呢多多关注 JJ Lin 还有 Google Hangout， 我们下次见喽。下次见，拜拜。Bye.